我们刚刚说浆细胞会分泌抗体，执行抗体免疫。到底抗体是如何执行免疫反应的？抗体有什么功能呢？我们看看，很快的念一遍。抗体有凝集沉淀，抗体有中和毒素，抗体有中和病毒，抗体可以促进吞噬作用，抗体可以进行溶菌反应，抗体可以促进过敏反应，抗体可以进行增进包杀作用或叫包毒作用。哈，什么鬼啊？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整理哦。什么叫凝集沉淀呢？我们做一些示意图。假设你的血液中有不同的抗原入侵了。可能是小分子，可能是大分子，也可能是细菌本身。它们在你血液中是分散的，对吧？分散的。我们的抗体是 Y 型的分子，是不是可以这个头接这，这个头接这，同时抓两个抗原，然后这个接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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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这，透过抗体的协助，是不是把本来游离和分散的抗原全部连在一起了？看到吗？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就好像是把各种多个小分子连成一个大分子，分子量大，密度高，就会沉淀，凝集沉淀。沉淀有什么好处？白血球、巨噬细胞、刺多星球一口就把它全部吞掉。你本来分散的不好收集啊，聚集在一起一口吞光光，不是很方便吗？对，这个东西在生活中有些类似的案例，你们有没有这样做过这种事？就是吃饼干，就饼干屑掉了一地。那当然，有人说那吸尘器吸就好，你家没有吸尘器，用手一颗颗捡吗？很麻烦，对不对？有人就想到，我拿胶带粘，全部粘在胶带上，这个胶带一揉一球，直接丢垃圾桶，全部凝集在一起一起丢，不是比较快吗？好，这个过程叫凝集沉淀，抗体可以抓住不同的抗原，让它们凝集沉淀。好，再来这个中和毒素跟中和病毒，一起讲就是中和啦。什么叫中和呢？综合的意思就是让原来有效果的失去它的效果，你被综合了哦。我家住永和，没有，我家住板桥。综合是这个意思哦。那什么叫综合毒素呢？假设这是个细菌方面的蛋白质，这个位置是有毒素功能的位置，这个毒素会破坏你的酵素，破坏你的什么什么，所以这个位置是它真正有功能的位置。结果这个位置呢被抗体攻击了，就被盖住，所以这个毒素完全有毒的位置被遮住。它的毒素就失去效果，这个过程叫有的毒素被中和了。好，那病毒也是啊，假设这个有病毒，这是套膜，这是它的蛋白质外壳，这是它的核酸，它的套膜不是被我们的受体辨认而被感染吗？就是套膜上的糖蛋白被抗体攻击，我们的细胞膜上面的受体就无法辨认，它被遮住了。好，这个病毒因为被抗体攻击之后，失去它感染的能力，这个病毒就被中和了。好，所以抗体有凝集、沉降及中和病毒或毒素的能力。好，如果今天有个外来的病原体，它被抗体攻击了，我们的白血球会更喜欢吞它。这个过程好像学过诶，你被抗体攻击会容易吞，被补体攻击也容易吞，这不就叫调理作用吗？好，调理作用就是透过我的作用，让白血球更想吃掉你，你被我调理得更美味。因此，调理作用有两种蛋白质分子。补体跟抗体，只是补体属于第二道防线的抗微生物蛋白，抗体属于第三道防线的专性免疫，它们都有调理功能。好，什么叫溶菌反应呢？一旦我有抗体接上去之后，是不是之前说抗体跟抗原这个复合体会引发补体活化而产生所谓的穿孔复合体，让细胞破掉而形成溶菌反应，细胞溶解，所以呢，它可以跟补体合作。来协助抗体跟补体共同协助让细菌破掉啊，补体对抗细菌嘛。好，那过敏反应呢是由肥大细胞执行的，这个我打个问号，还没教，因为过敏属于疾病，我们会先讲正常的生理反应，最后才讲疾病啊。所以过敏跟肥大细胞跟抗体的关系，我们晚一点再说。好，作为一个增加包杀作用，如果有一个细胞它的表面被抗体攻击了，是不是代表你有问题？你这个细胞有问题呀？为什么我们的抗体要攻击你？你一定有问题，只是抗体杀不了你，可是我们包毒 T 可以啊。所以包毒 T 细胞只要辨认出这个细胞上有抗体攻击，就会分泌穿孔素跟颗粒酶把你分解掉，执行细胞免疫。哦，好，所以你看，抗体免疫跟细胞免疫分工合作啊。我们虽然各自做各的事，但有时候会合作。一旦抗体攻击到某个细胞，这个细胞就上了标签。那抗体不能杀死细胞，但是包毒 T 细胞可以啊。所以一旦它辨认到被抗体攻击上了标签的细胞，就会把它杀掉，执行细胞免疫。好，那我们看这个后面的示意图，这个是凝集沉降，我们的抗体会攻击
攻击不同的位置凝成的怎样凝集沉淀沉淀反应啊、哦、凝集反应。然后如果我今天是把它的作用位它的毒性位置跟它的受表面的一些某些抗原攻击掉，那你没办法感染，就是综合。好，所以综合凝集沉降。好，那我的抗体攻击到物质之后会引发补体活化而进行补体活化之后而溶解，就细胞溶菌作用了。好，那如果我这那个病毒细菌身上有被抗体攻击过，就会增加我的吞噬作用，这就是调理作用。好的，所以大家我们这边是把抗体的功能逐条一个位介绍，前面我们也学过补体的功能，补体的功能有趋化性，引发细菌溶解，引发调理作用。所以考试就会考你这两种蛋白质，一个属于第二道防线非专性，一个属于第四道防线有专性，它们有什么功能是雷同，有什么功能是不同，它们的异同之处，请各位要好好的比较哦。好，以上我们就把抗体如何执行免疫反应的功能，抗体免疫执行的机制就说到这里咯。